talk about me when I'm gone. Oh, honey, though our friendship ceases from now on.到我哋嘅娱乐小喇就小奶妈，系我成日争啲讲咗粗口啊！咁啊，今日节目开始之前咧，咁啊，多谢阿小喇叭翻嚟啦，咁啊，继续多谢阿小喇星喺我侧边帮手啦，咁啊，但系更加要感激嘅咧，就系 B 一百嘅台前幕后啦。点解咧？因为原来过去呢几日咧，我一直就入咗呢、這个网络嘅结界。咁所以咧，大家唔係大家，係我想入嚟做直播嘅時候咧，就佢哋見唔到我個樣，我又見唔到自己個樣，淨係聽到把聲。咁呢樣嘢咧就比較得人驚。咁好在阿思朗咧特登山長水遠咧，今朝又嚟到大西北揾我，咁我終於發現咗係咩事啦。原來咧我就一直響我個電話被困呢個網絡嘅結界，咁而家就已經處理好啦。咁啊，多謝曬阿思朗啦，啊，真係要多謝你嘅，係啦。咁啊，我哋節目馬上開始啦。咁啊，講邊樣先啊？阿小喇星，講下小喇星，小喇星，小喇星，小喇星喺隔離啊！喂，小喇叭，小到一頭都煙啊！係啊，嗯，我哋講下呢個家樂。家樂仔啊，唔係嗰個家樂仔。家樂仔邊個家樂啊？家樂 B B 啊。陳家樂。陳家樂係點啊？陳家樂有咩勁嘢？家樂 B 啦。係。係啊，家樂 B B 咧，話説咧，佢咧原來咧喺2019年啊，就買咗個叫做澳文啊嘅單位，就喺何文田嘅。哇！唔平嘅喎，5000多萬嘅喎。當然是不便宜啦，何文田的千幾尺的單位，1425尺，咁啊三格。佢買的時候咧，嗰個價錢啊就係5045.2萬，咁咧咁有錢咧，係咯。咁你知道佢最近咧，其實個人氣都係麻麻地啦，又好似好耐都冇劇啦。咁原來咧。佢嘅前老唔係前老闆，係直頭而家嘅老闆，係呢個楊秀成啊，就預支咗一筆人工，就有成八位數字啊嘅人工啊！哇，發達咯！八位數字又要數啦，萬、十萬、百萬、千萬，哇，係啊！咁咧，所以佢就可以5000多萬左右啦，就買咗呢一個單位。咁但係咧，呢個單位咧其實就係高銀嘅項目嚟嘅。咁高銀，大家如果你有留意呢個財經新聞，潘蘇通咯，其實咧最近就係要賣咗好多嘢去還債嘅，例如都賣咗有關嗰個總部啦，去還債啦，要睇得嗰個係爛咗未啦。咁所以呢棟樓咧，佢咧其實係不停咁樣延遲佢嘅交樓日期啊。本身係咧上嘅11月要交樓嘅，咁但係咧而家一路拖啦，拖到延期啦，就延到今年嘅5月啦，跟住再延期延到7月喎。咁跟住今次又要再延期啦。咁所以咧就好有呢個難以嘅危機啊，因為呢一個集團都其實唔係喎。咁如果變相係咁，佢應該係俾人塌訂喎，佢應該係攞咗最大嘅利益嘅喎。冇，唔係最大嘅利益嘅，即係可以退翻錢咯，退翻錢加呢個利息咯。咁之前咧都。咁咪即係塌訂咯，塌訂佢發達喎。咁又唔係發達嘅喎，你又諗錯咗，因為係點咧？上都係計翻個利息，係唔會係俾多你嘅。咁譬如都係有個盤咧喺大圍啦，上蓋咧咪都係話成棟樓拆咗再起噶嘛。咁就話取消交易就俾翻個利息你咁樣噶嘛。咁佢我睇過佢啲 plan 咧，其實佢都係唔會話你係賺咯，肯定唔會啦。發展商啲事逼得㗎，真係發夢啊你。我又不發夢喎，我成日覺得啲明星買樓係好易賺錢嘅喎，因為我印象中咧，娛樂圈炒樓炒得最勁嗰個咧，就應該係近啲10年20年咧，炒得最勁嗰個咧就係郭可盈，係啦，佢淨係買銀海1號啊，都賺咗嗰陣時賺咗4000萬喎。
你即係唔好睇少啲四千萬，佢直頭係即係佢純粹係得閒冇嘢做，咁啊同阿林文龍咧去睇樓，咁跟住好快咧就決定拍板。咁當時咧同佢睇樓嘅仲有兩個 friend 嘅，咁結果咧一人一層咁買走，你話係咪誇張？當時佢係一掃就掃咗四個單位。造價是不知道已經幾多億的了，但他賣一賣 一賣一放就賺了四千萬，你說他們的錢多麼易賺呢？是啊，很誇張的他們的，你想想陳家洛，是不是陳家洛、啊、是他嘛，他今次這樣即雖然個成交做不到，但是對他來說他已經賺了一筆了、你想想是不是，是啊，他預知了那個兩碼，你拿著半億在哪裡買都可以。是啊，還有呢，昨天呢有人就質疑那、為什麼歌迷會會有三億啦。我說真的，是我這個歌迷會那個負責的人是我認識的、他們的歌迷會的現金流是真的有三億。至於哪一個呢、其實就很易估的，他又是即係嗰啲誒攞歌星獎啊，又攞呢、這個視帝啊，咁啊，即係我都唔知佢係屬於九龍區定係新界區嘅嗰啲攞嗰啲獎啊，大家估下係邊個啦嚇，係咯。咁我覺得咧，買樓㗎，即係最近咧都有魏雨森啦，都話即係住獨立屋啦，又成。上 IG 啦，有呢個私人嘅泳池咁樣啦，咁啊你諗到哇，魏雨森其實佢都係好似冇乜工作嘅喎，點解會可以？嗱呢啲我哋唔好胡亂猜測啊，知都唔講得嘅 ，OK， 係啦，嗱你唔好咁樣，係真係好危險㗎嚇，尤其是。是啦，我要有些位置要看看你，是啦、我們如果不是就很危險了，你知不知道、再做回這些娛樂節目之後呢，我有些朋友就叫我喂你小心、你爆這麼多料，你的頭有沒有戴頭盔出街、我都立刻想著戴不戴，今天很好笑，什麼不戴不行啊，我今天、去街市啊，我剛才去街市就去了一個即係行過一個街市，去個檔口幫襯啦。咁我發現原來我啲 fans 都好多專業人士嘅。咁咧嗰個專業嘅豬肉切割員咧就同我講，佢話：喂，小文，我有聽你個節目嘅。哦，你聽咩節目嘅？小奶貓嘛。咁我即刻喂，唔好咁大聲，唔好咁大聲。幾樣衰啊！佢真係好似驚死個街市啲人唔知咁樣咧。我有聽你小奶貓喎。唔緊要啦，所以我就唔要，所以我就唔。是不是醒目過你啊？咩啫？唔出街唔得嘅，我哋一定要出街。咁啊，再講落去啦，我哋另一個話題啊，好快要跳落去啦，就係呢個何韻詩啊，你想講？何韻詩啊，唔講何韻詩，而講咗梅艷芳先啦。好啊，仲有我懲罰自己，如果我再咧，我就罰自己錢嘅。係啊，俾我啊，不如我唔罰俾你。我就算是罰呢，我都罰你呢有個鋪俾我哋啲聽眾，可能將來我哋有一啲活動嘅話呢，就可以大家用咗佢，或者攞嚟做善事。你知道我最鍾意做善事㗎啦，係大家多啲。唔好逼我，我而家即係好努力咁將嗰啲字呢就盡量刪減，係啦。好啊，你快幫下我手。我帮紧，继续啊，帮紧你，帮紧你。好，我哋好快咧就下一个话题啦，就系阿梅艳芳。咁啊，最近有传闻咧就话有套戏咧，咁就系用阿妹姐嘅故事做骨干，咁就讲翻佢嘅生平。咁传闻咧就系话阿曾志伟会做罗文，吴若希会做阿何韵诗。岑嘉琪做陳百強，林家棟就做呢個蘇孝良，咁廖子瑜做梅愛芳。咁我自己覺得呢一套戲最佢呢個卡士咧，我就有 concern 嘅。點解呢？因為安樂影片個老闆出品人就阿江志強，今次個導演咧就係阿梁樂文。梁樂文係邊個咧？就係、是、拍韓，即、就、係、是、有份拍韓戰個導演。
咁佢呢個牌頭咁樣出嚟咧，就話要有堆咁嘅人去做梅艷芳呢套戲咧，我就有質疑嘅。點解咧？我自己覺得咧，佢基本上佢個嗰個電影個海報咧，佢乜都冇，只係有主要三個角色嘅名字，咁其他主要都係黃丹妮做梅艷芳噶嘛，咁佢就淨係呢個海報咧就有佢個名字，其他乜叉都冇。然後咧佢就套戲都未落實啲嘢咧，佢就不停咁喺度炒作去做宣傳咧，咁我就好有保留嘅，係啦。同埋呢套戲咧，我自己覺得。如果你真的要去拍阿妹姐咧，好多嘢咧，我哋都要好小心留意，因為始終阿妹姐咧係一個好神級的一個歌手嚟，由佢出道去到佢2003年離開咧，佢好多嘢都俾咗我哋好多唔同嘅回憶，尤其是即係我自己做記者嘅時候咧。阿妹姐咧，佢就即係好照顧每一個傳媒朋友、記者朋友，即係只要大家有嘢要佢幫手咧，佢真係義氣就係從冇托手踭。即係呢樣嘢咧，係令我覺得我哋更加要尊重佢。無論佢係佢嘅遺願係咪拍呢套戲都好，首先唔好攞佢嚟炒作，咁我就覺得會好啲啦，係啦，係。哦，同埋我想讲咧，你头先咪话有人会饰演何韵诗嘅，系系系，翻佢做咧，去揾阿吴若希做何韵诗，我直头睇见就吓一跳，因为嗱，认真嘅阿诗咧，本身佢个人嗰个性格，我谂唔系咁容易拿捏到。同埋，即咁多年嚟，即我自己都即佢每次開演唱會咧，我都有睇。咁梅艷芳喺教導佢嘅期間咧，即我自己都有我唔敢話同佢一齊啦，但係佢俾到阿詩嘅啟發咧，真係好大好大。你諗下，即到而家咁多年啦，阿詩即都仍然係遵照阿妹姐嘅遺訓咧，即係去做緊佢而家做嘅嘢。點解阿妹姐會俾人叫佢做香港的女兒咧？就係因為佢對我哋呢個地方嗰個熱血嘅心，呢樣嘢係冇得講。由嗰陣時嗰個民主歌星冼中華，去到水災嘅籌款，以至到種種嘅關於娛樂圈嘅嘢，阿妹姐從來都義不容辭咁走出嚟。佢為嘅咧就係幫大維爭取大維嘅利益。呢樣嘢咧係到而家娛樂圈都冇人做到，而佢嘅徒弟，你諗下佢徒弟阿何韻詩，佢今時今日佢為咗我哋呢個地方付出嘅嘢，真係一啲都冇失禮佢師傅咯。點解我會咁講咧？嗱，喺而家呢個境況咧，即係好多人都問佢啊點解你個個都走？點解你唔走？佢早幾日咧就喺佢嘅 IG 就留咗一個留言啦，就講咩咧？大家唔好勸我，即係我決定咗係咁就係咁。咁亦即係佢喺嚟緊嘅時間，佢都會堅持留喺我哋呢個地方。你試諗下，即當大家都喺度擔心緊嘅時候，佢邊度都唔去，佢決定留呢度。佢喺呢度個決心咧，係即我自己覺得係好敬佩。而事實上咧，佢咁多次開演唱會咧，我自己都冇唔去，場場都有去。嗱，講開開演唱會，佢嘅演唱會聽日咧就會開始賣飛啦。個安排就是每人只可以買一張。我自己覺得大家可能就會會好怪啊，試啊，點解每人只可以買一張？點解咧？就因為佢成個演唱會咧，就得200個位，2000個位。呢2000個位，佢根本就滿足唔到咁多人，所以而家大家可以做嘅咧就係聽話，遵照阿詩嘅說法做法，
一張飛就一張飛。我哋今次咧唔係話要聯群結隊去睇佢啲演唱會，而係我哋要係為著佢嘅心願，喺香港開一個真係都唔知仲有冇下次嘅演唱會。咁所以我哋真係要支持佢咯，係咯。佢搞啊？咩啊？佢喺邊度搞咯？佢今次喺壽臣劇院，壽臣劇院那個場地係好細，但係咧佢都已經盡量去爭取攞更加多嘅位置。不過因為我又喺度真係掌嘴，因為呢、這個場地嘅問題咧，佢就唔可以有一啲嘅多人嘅安排咯。同埋佢今次開演唱會咧，佢好多次入紅館，入紫紅館，但係紅館都唔批佢。咁呢樣我自己覺得有啲有啦，即係有啲唔係好公道。至於點唔公道法咧，將來有機會我再同大家分享，係咯。我想話咧，而家嘅演唱會咧，其實好多時咧都唔係喺紅館啊或者博覽館嗰度舉行喎，即係會有啲海洋公園嘅怡慶坊啦，都會舉行呢個演唱會啦，同埋麥花臣啦、旺角嘅。咁我又想。家呢一個娛樂圈咧，即係開演唱會咧，你真係估唔到邊啲歌星咧係最搶飛最難啦，同埋咧邊啲歌星咧係竟然要特價放飛喎，即係邊啲歌星要特價放飛啊？之前咧，我想知喎。我一路都是有追貼呢一個黃牛嘅資訊嘅，咁咧所以我就你好奇怪喎、哦，例如咧呢、這個Super Moment 啦、啊，佢咧就係平放飛喎、哦，佢原本咧因為冇人睇啊嘛，杯葛佢啊嘛嚇，嘅飛咧就要平售420元喎、哦，減到係嗯，我咧莫文蔚亦都係啦，莫文蔚嘅飛都係要特價嘅，咁慘係啊，我原價買咗五張喎、哦。有些咧係要加錢去炒，即係炒得起啦。譬如 Serenity 嗰啲咧，竟然要加喎。係呢、這個我知嘅，呢個我知嘅嚇。即係跟住咧，黎明啦，黎明就比較特別嘅，因為佢今次嗰演唱會咧，佢就係全部前或者後咧都係同一個價錢嘛，即係坐980咯。都是一個價錢，咁變咗咧，你咧如果係抽到一啲較後嘅位置咧，其實就放唔出嘅，即係自己睇價又唔使減價嘅原價啦。咁但係咧，如果抽到比較前咧，就真係炒得起啦。我坐第三行啊，好前嘅，爭少少掂到阿 Leon 噶啦，係啊。有人叫有人出個高價炒的，但我就不制了，因為 我真的喜歡看演唱會的，是的。還有一些要平售的，例如是周國賢，他原本618的飛是減到580元，那他就在怡江海洋公園那裡搞的。另外呢，接下來呢都是不是剛剛過了，就是這個有宮石良啊、Rubber Band 啊這個的演唱會呢，都是580啦，原價就減到380和400。冇可能 ，Rubber 冇可能減價。係，真係。跟住咧，有啲要加錢咧，又係估唔到啦，就係呢個星夢啊、傳奇啊。星夢派都冇人聽啦。係啊，係要加錢啊，係有呢個學員啦，同埋衛蘭啦，同埋 Jean D 嘅，係啦。但其實我自己覺得呢，如果現在開演唱會我會聽的，一定買票的呢，如果葉倩文開演唱會我會看，因為他 早兩天上個星期太極的演唱會他做嘉賓，我自己即我是喜歡看演唱會的。為什麼呢？因為 我覺得在演唱會裡面歌手和啲觀眾的互動是比較大，所以我是喜歡看演唱會多。還有我很記得之前呢何韻詩開演唱會，我阿詩開演唱會真的
次次都有看。上次他、搞这个独、家赞助，我几惊买不到飞，即刻嗱嗱嗱找个牌头，即刻说要赞助他，那就好彩给我拿到飞，如果不是我死都不掂了，因为我身边太多人喜欢听他唱歌。那今次他的演唱会呢，我就即跟他拿飞，我就说、我要留廿张，跟着哇被他丙到上天花板，他说不要玩啦，廿张歌舞规矩本人两张，那就完了件事了。为什么？因为他自己内部飞都不够，所以他给一些 fans 一人一张 都是合理的，就是这样咯。廿张怎么说贪心啊你廿张。我不是贪心，我都说很多 fans 喜欢他了，所以听日无论如何十点十点十点大家记住按掣是啦，抢到飞话我知，咁我等你高兴一下，系啦。喂，多谢晒，要多谢金主，要多谢金主啊，小喇星讲嘢啊，系。要多谢金主啊，多谢 Eling Chan， 多谢 Soso Cow， 多谢 TY Wong。好，多谢晒，多谢晒，系啊，多谢打赏，系啦。咁我哋再讲乜嘢？我哋今次有啲窒窒地喎，窒窒地。系啊，我听你讲嘢好窒啊。系咩？各位可以。啊，睇下系窒唔窒？有唔系？同埋各位，如果喺我哋节目当中有嘢问咧，系可以问嘅，因为小喇星会喺侧边咧就帮手睇大家嘅留言。如果有啲咩特别嘅嘢，佢见到佢就会即刻话俾我听嘅。有冇？佢话你今日个头冇第一日咁好睇。我的头，哎呀，因为我今天已经立了头啊，撞鬼！因为我平时真的很怕搞我自己的头。原本那天呢，刚刚 set 完个发型呢，就想着见大家的嘛，点知我就去了结界，咁就惨了。哎，那晚洗完头之后呢，一撇屎咁啊，从此个头又变回一撇屎。我呢就很怕打扮，所以现在要我去打扮呢，根本你叫我立头啊！我而家你大家見到我個頭就咁啊！我等間節目完咗咧，我就即刻洗頭啦，因為我真係唔慣用咁多啲 chemical 嘅嘢揦落個頭啦。但係即係我身邊有好多啊小喇星啊小喇乜嗰啲咧，見到個頭就真係媽媽聲，咁我就唯有啦，算啦算啦，咁我就照做咯。如果唔係我唔跟住做咧。我是很大劑，同埋我而家嘅位置咧，係一生不可自決嘅，即係陳百強咁樣嘅，係啦，唔係我話想點就想點。如果我即係我搞唔掂我側邊嗰班護法幫手咧，我啊真係死路一條啦，就係、是、咁。你都好睇啊！我中意亂嘅。你賣實力，嘛你賣實力嘅唔緊要。賣實力，賣實力，喂，嚟嚟，係啊，睇下幾時有人贊助我做健身，係啊。繼續講啦，咁不如講下，講完啲演唱會，講下我哋啲小 fans 啦。原來而家啲咧真係好犀利㗎，你都估唔到。點犀利啊？呢個 Eden 啦，就係呢個Mira 嗰個啊。Mira Eden 即係爵士。係啦。我識佢爵士，係啦。原來咧，佢哋啲 fans 叫爵士啦。原來好勁嘅喎，佢咧攞咗三萬嚟咧包場喎。因為咧 ，Eden 咧係佢係做呢個反轉嗰個羅亞方舟啊，係啊，嗰個配音就係、是、配音就唔係講緊佢做戲喎，即係一個配音卡通片嘅配音。佢竟然咧係包場咯 ，fans 10万元攞10万元嚟包咗8场啊！跟住咧，竟然咧 ，Eden 咧係親身嚟到謝票多謝啊！嗱，佢哋呢啲感動到喊。Mira 呢班後生仔咪識撈咯，所以亦都因為佢哋咁識撈咧，你知唔知喺過去啲半年啊，我哋成個香港肯落廣告嘅金主有幾多係揾 Mira 賣廣告嗱？根據翻即係市場嘅統計啦 ，Viu TV 上半年嘅業績啊，因為 Mira 同 Era 嘅緣故咧，增長咗66%，差唔多去到2亿嘅增長。而啲廣告香港有一半會落廣告嘅廣告商，都將佢哋嘅廣告交俾 Mira 同 Era。咁啊，包括有啲咩品牌呢即係有啲電器啦，有啲飲品啦，銀行啦，又有啲好知名嘅品牌啦，保險公司啦，仲有我哋成日食嗰啲包包啦，
基本上 所有過往肯落廣告的廣告商都將他們手頭的廣告就算是一些就算是化妝品，雖然即他們可能是同一個人，以前呢就譬如梁詠琪做了這個 Fanco 的代言人，他就不可以做其他代言，但原來現在不是，只要是 Mira 或者Mira 的人的話呢，他不理你個廣告指定是誰就是誰。其中呢是神婆叫什麼神，死了死了死了，他的教主叫什麼名字，我一時間 Anson Low 是啦， Anson Low 他的化妝品廣告才得人驚撞曬嘅，但係啲化妝品嘅廣告商都仍然係揀佢。你諗下，過嚟緊啊，嚟緊啲下半年啊 ，Mira 帶動到嘅廣告熱潮啊，都仲未完啊。所以你諗下，我哋嚟緊，我哋成個香港就係俾 Mira 同 Era 去翻天覆地咁改變。所以佢哋咁識撈又咁識做，我係廣告商，我都落佢廣告。真的開心，因為以前落廣告呢就不是即有些星很麻煩的嘛，我幫你拍廣告，但是我不會跟你哪些人拍照，他沒有這些東西。但是 Mira 和 Era 不是，即是他們會招呼客人我幫手，這件事是改變了過往的一些慣例。喂，下次見到他捉住他，只是叫他說五隻字什麼娱乐小赖吗？讲完呢五只，你又想啊，你又想啊，唔系我就冇咁好彩，会见到佢。但系李婉华咧就成日都见到佢。李婉华喺加拿大翻嚟两个礼拜，一出家咁就第一时间去做乜鬼嘢？去拜神喎，走去。佢為咗揾阿 Anson Low 咧，哇！佢真係咧呢個人係 very good 無敵。佢為咗揾阿 Anson Low 咧，無論阿 Anson Low 去到邊咧，佢都追到去邊，包括廣告牌。我就同阿婉華講：喂，點解你咁犀利嘅咧？就可以阿 Anson Low 去，即係唔係 Anson Low 真人喎？只要係 Anson Low 有 Anson Low 個樣嗰啲地方，佢都走去影相打卡。佢好笑嘅，你諗唔到阿婉華咧。你已經是上曬岸啦，即係當然你喺加拿大有自己嘅節目，而家李婉華好有影響力，但原來佢翻到嚟咧，佢都變咗一個小 fans。你冇諗過原來娛樂圈入面咧，有好多 artist 都變咗 Mira 鏡粉，呢下先得人驚。連阿都姐啊，都姐都係咁，即係除咗都姐之外咧，阿思琪姐啦，即係好多好多嗰啲女 artist 咧。不知不覺就變咗神徒嘅，啊！即係遲啲仲有邊啲做咗神徒，我再點名俾話俾大家聽，係啦。哇！你咩啊？咩話？你做咗未啊？我唔可以講呢啲嘢嘅，我唔講得嘅。但係我真係因為佢啲 fans 有少少中意咗佢。我都講過啦，阿 Anson Low 啲 fans。有禮貌、團結，同埋即係佢哋會識尊重人咯。因為我自己接觸過唔同嘅 fans， 佢哋排外性好強嘅。但係阿 Anson Low 啲 fans 咧，佢真係即係譬如佢知嗱，我嗰日去睇佢哋表演啦，咁我見到有啲小朋友咧，真係生得好矮，可能六歲男仔唔夠高，佢哋係好禮讓咁知道有個小朋友喺度唔夠高咧，就讓個位俾啲小朋友上前睇。他們很有愛，所以我自己覺得如果我告訴人我是神徒， 我都覺得是開心。原因就是 他的 fans 給到人一些很關懷的感覺，即 有些跟其他有些 是不一樣。我想說呢，我們有差不多九鐘，但都未說你想說，我未說完啊。可不可以加給我加五分鐘，給我加五分鐘，行不行先，加五分鐘給我，因為一樣最後一段，我很想說的就是那個掘窿那個人，是的，就是陳振聰。咁話說呢，他剛剛早個幾月呢就放了監，現在就發生什麼事呢？今天呢就他被高等法院就判他破產，原因就是他拖欠這個華茂基金2800萬。那我看完我就心想，
佢點解會拖人2800萬啊？佢點計都冇可能爭人錢啦、啊。點解我咁講咧？就係、是、因為佢之前幫阿小甜甜掘窿咧，佢掘到嘅錢咧係遠超呢個數。佢又好得意喎呢條友。記者問佢：喂，你俾人破產咯、啊？咁佢又答咩咧？我而家咧就冇面，唔會因為俾人破產覺得冇面，因為我嘅冇面程度咧已經去到最低點，因為我已經一無所有。但係與此同時咧，呢條友咧就喺廈門法院咁啊入紙申請告華茂，原因就係話佢當時華茂咧就有人用咗啲不當嘅手法犯法，就令到佢坐冤獄。咁我自己咁睇呢件事，阿陳振聰做過啲乜嘢，大家有眼見嘅。佢突然間就一時話自己有錢，一時話自己冇錢。我就存疑嘅。我記得嗰陣時候我仲做緊狗仔隊嘅時候咧，曾經咧喺跟蹤一個 case 嘅時候咧，就跟過一架八字頭嘅車。咁當時做一啲個查冊咧，就知道呢架車嘅車主咧就係陳振聰。但由於當時我哋冇掌握唔到呢個人嘅資料，咁所以就唔擺埋一面，有呢個 file 但係擺埋一面。佢點解我哋會 search 到呢個人呢，就是、因為佢當時咧就經常出入一個住喺淺水灣嘅富豪嘅屋企。咁做乜嘢呢？原來當時咧曾經有一單新聞就係話有人俾錢啊小甜甜嘅老爺去打官司。咁當時呢件事我哋就掌握唔到一啲資料，我哋就冇再繼續。但係呢件事過了之後，我哋喺阿小甜甜嘅跟蹤過程咧，就發現有呢架車嘅車主係經常去阿小甜甜屋企。咁慢慢慢慢咧，我哋就發現咗有陳振聰呢個人啦。咁從而咧就發掘到佢中意同阿小甜甜掘窿嘅。咁最經典嗰幕，大家其實睇新聞都知啦。咁啊左掘右掘，左掘右就係、是、咁樣啦，就掘咗差唔多10億翻去。咁你話佢而家俾人申請破產，為咗2800萬破產，我覺得佢係有後著嘅。同埋點解佢會翻大陸去入禀司法去追究翻呢件事咧？我聽聞啊，聽聞咋，就有人即係佢喺嗰邊有一啲勢力嘅，咁佢覺得可能嗰邊啲勢力係可以幫到佢，所以佢就喺嗰個地區就去啟動呢個司法程序。但係佢呢個情況能唔能夠如願呢？咁啊，下回分解就係咁咯。係咯，我哋仲有冇嘢講啊？呢個係咯。咁我自己咁睇嘅，即係人在做，天在看，即係佢今日做嘅嘢，將來就今日嘅因，聽日嘅果。咁所以咧，大家記住10點就禁制買阿師嘅飛啦。唔係大家記得每一晚都要聽我哋。係啦，每一晚都要like 我哋啦 ，share 我哋啦，仲有係呢、這個咩啊？嗰個。系啦系啦系啦，我成日都唔記得啊！我今日去街市買餸啊，我屋企人叫我買五樣嘢，我終於買齊五樣嘢啦。買乜嘢咧？嚇買葱啦，買檸檬啦，買哎呀，我已經唔記得咗啦。我淨係記得，唔係我真係淨係記得啲娛樂新聞嘅啫，對唔住咁多位。好啦，咁啊，再次感謝每一位今晚收聽嘅朋友啦，咁啊，多謝小喇星啦，多謝小喇叭啦，係啊，咁啊，仲有多謝我哋嘅金主啊，再一次多謝今日嘅打賞，係啦，因為冇你哋嘅打賞，冇你嘅支持咧，咁我哋係冇更加興奮嘅動力繼續嘅，唔係，即係大家人聽我都開心噶啦。Elaine Chan 啊 ，So So Cow 啊 ，T Y Wong 啊，多謝曬，係。多謝曬，係多謝你，多謝你幫手去多謝我哋嘅金主啊嚇，係啦，感恩，多謝每一位，聽晚再見，明晚見，拜拜，拜拜。